嗨，大家好，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今天呢，和网友粉丝朋友们呢分享一下我在实际生活中发现就用一种东西特别的便宜，家家还都有，就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牙齿啊，我们的袜子呀，白袜子还有玻璃杯呢都清洗得特别干净。它是什么呢？咱先看看啊。其实就是小苏打。这个小苏打它咱们平时洗菜呀什么的就可以消除农药嘛，这个特别好。除了这个消除农药呢它还能清洗咱们的物品。咱先说牙用一块干净的细布蘸一点这个小苏打，然后就这样搓这个，咱这牙齿时间长了，有时候有爱喝茶的，有那茶锈是吧？还有的就是刷的不是特别干净，不白了，用它磨几次，这牙就特别白，特别光洁。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家里人，尤其是孩子们特别爱穿白袜子，就那种线袜是特别难洗，大家都深有体会是吧？家里有孩子的，穿个小球鞋、小袜子一脱，又臭又脏的用肥皂洗也洗不干净，那个袜底儿，尤其脚后跟那儿还有前掌那儿，总是洗不干净。这时候就用点这个小苏打嘛，把袜子阴湿以后呢，把小苏打取一点儿，就揉到这个袜子上，然后呢焖五分钟。你再清洗，洗得特别干净。我现在手底下没有脏袜子了，没法给大家演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就这个方法，我一直使用。第三个呢，我就跟大家说，我有一个爱好，就喜欢这个杯子是透明的。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先拿两个给大家看看，看看这个杯子了吗？这是我喝那个花茶的，你像玫瑰花啊、菊花啊。有时候你要搁上几粒枸杞，红色的是吧？喝绿茶，特别漂亮，都能看到它那在里边的那个形态，花的形态。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杯子，你看都是玻璃的，这里边还能放茶，什么茶漏的是，但是要是这杯子一脏呢，清洗起来呢就感觉，怎么刷的不透亮呢就用什么呢？就用咱们说的这个小苏打给它擦，擦完以后干净透亮。这个大家看是不是挺透亮的？这是我新洗的啊，前两天我刚洗的。您再看看我这个，这就是我喝茶的，红茶呀、白茶呀、绿茶，我就爱用这个。这个杯大家看看是不是乌乌突突的，是吧？这就是我还没洗的，刚才那是洗完的。这里边这个茶漏，这也是我是用那个小苏打清洗的，特别干净了。但是外边呢，这两天一用呢又脏了，看乌乌突突的。我呢回来用那个小苏打，我再清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咱先看一下这杯子，没清洗之前乌乌突突的啊。大家看看，清洗完以后，这玻璃和新的一样，是吧？特别的好清洗，就放一点那个小苏打就可以了。再放里边，大家看看，这多透亮啊，是吧？你看，这是以前刷的，这也是新刷的，看着就特别透亮，是吧？其实小苏打呢特别便宜啊，这一袋也就3块多钱，超市都有卖的。家里备上这么一袋小苏打呢，确实是特别的方便能让咱的牙齿啊，还有咱们孩子穿的那白袜子呀还有咱这玻璃杯都能清洗的特别的干净，和新的一样。关键是它环保。我们家里要是清洗这些杯子什么的，你要是用洁洁灵呢，尤其有孩子的都是得小心一点儿。这是小苏打，这是环保，你想它能去除农药的那个残留，我们那个使用的时候也特别放心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
喜欢恩娜姨的给恩娜姨长摁点赞，来个强烈推荐吧。好，谢谢大家观看，再见。